单人房11点不吃牛跟生鲑鱼，对，凤梨有点过敏，所以他也不能吃凤梨世家。哦，我猜啊，因为是这里没有凤梨啊，我们也不会去买凤梨来吃啊。我们原本放海绵宝宝，有关。哦，那他想要一些疯狂或特别的事情是？确定他是人？我再问问他，如果不是人，我觉得他是人。